听的路，竟然味道好像大魔王就在里面一样。不要把这张称谓拿。不要了，跟你好软。哈哈哈哈！这些傻逼们，小心！你那家里发生的东西是什么？难道是我们梦寐以求的飞鱼宝藏吗？你想要吗？我才不给你！你最好还把它给我交出来！不然你。反正都会念佛啊，火箭，都会念佛，火箭就是你。把他打死啊！你看我跟你要讲吗？一波来了，那现在王国有了重要紧急变样子，而且我们也要宝箱了，马上回去就赶快回去跟国王禀报个好消息吧，走走。Yeah.